这个即将就快要完工了耶！那我们三个是不是要好好的开会讨论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样运作？我们来好好弄一个这个开幕典礼，好不好？我们请些重量级的人物，请他们来剪彩，说不定找些影视歌星啊，像找那个谁，搞得那么花枝招展的，又不是要卖房子做工地秀啊！这是打知名度，你懂什么？我们是在做善事耶，为这些青少年尽一份心力，要什么知名度啊？ 再说知名度，你在广播电台的知名度还不够啊？阿成呢？你就算没有这个专业的知识，你该有常识吧？你没有常识，你看过电视吧？现在是个多媒体的时代，是个媒体的时代。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就要懂得如何运用媒体了，运用宣传嘛，广为人知嘛。否则谁知道我们有个中途之家，对不对？不是我在说你，你应该是多吸收一点新的资讯。是啊，我是没有知识啦。可是啊。 我知道我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些青少年，不是那些重量级人物，更不是那些影视歌星。那只是一个手段嘛，我刚才讲的。什么手段啊？对，你不懂你就别逞强了，好不好？谁不懂啊？好吧，是你本来就是逞强嘛。我本来就本来就懂的。阿成，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都是凭着一份关怀，一份使命感来做的，不是谁在逞强，没有人逞强好吗？好了，我是不懂了，你懂好不好？你懂你自己一个人弄好了。 本来就是，阿成，你这样意气用事，你好好好好，你每次我好好去跟他讲一下，好不好？我好好跟他讲。有客人，请问韩小姐在不在？哎，我是。你说你是台大的学生？对，我就读法律系三年级。 那你一定很优秀啊！不，我只是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读书也一样。所以你书一直念得很好。可以这么说。我只追求第一，从小到大都不例外。那您今天来是？我是为我的弟弟而来的，他实在让我太失望了。 你弟弟还在念书吗？我跟他差4岁，照理说他应该念高二，可是他连高一都还没有念。没有考到学校？有，但是考的都是烂学校，我不让他念。你想让他念建筑？没错。我本来是这样想，可是现在我退而求其次，只要他上前3志愿就够了。 他并不是脑筋不好，他就是不肯努力，不肯吃苦。你知道，就像时下的年轻人一模一样，好逸恶劳。而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他这一点。如果他脑筋不好的话，那就算了。但问题不是，今天我们是同父母亲生的，如果我可以做得到的话，他应该也可以做得到。他就是不肯认真。有时候我甚至在想。 他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对？哎，反正我拿他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才来这里，希望你们能辅导辅导他。好，不过这件事我想暂时也急不得，但是我们一定会尽力。好，谢谢。那就请您先安排一个你们全家都在的时间，我再去拜访。你随时来都可以，因为我们家只有我们兄弟俩跟母亲三个人而已。 回来了，明天再聊。好好好，再见。回来了。
太无聊了，打了个电话老不挂会没办法。阿姨是标准的三姑六婆，妈，你应该告诉她，电话是用来谈事情的，不是用来聊天的嘛。哎呀，好了好了，阿姨也难得打个电话来，干嘛这样说呢？我并不是反对你聊天，是聊天也要看时机嘛。你等郭泰考上学校之后，你们要聊，你们可以见面聊个痛快啊。你看现在，你抱着个电话不放。 又让郭泰出来看电视，妈，郭泰已经重考第二年了耶。好了嘛，他就不过出来看一下电视，有什么关系呢？算了。哎，小安啊，那高等检定考试成绩单寄来了没有？哦，过了。真的啦，及格啦！哎呀，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考取的。 真是太棒了，真是了不起哎！哎，也没什么了，这不过是表示我有资格参加律师检定考试而已。谁说的？如果说等你法律系毕业的话，还要2年呢，这个通过考试的话，你就是最年轻的律师了。哎，小艾娜，晚上出去吃饭，给你祝贺祝贺。 动作快一点，你现在慢慢蹲蹲在迟到什么时候？哎，小姐，麻烦菜上快一点，我们赶时间。是你赶时间，又不是我们赶时间。一个人每天都只有24个小时，你在这里多浪费1分钟，你回去就少1分钟念书的时间。干嘛？我是为了你好，我处处为你着想。好了。 你到底在睡觉还是在听收音机啊？我睡觉之前听一点收音机，轻松一下都不行吗？你竟然还有这个精神听收音机？为什么不把这精神拿来念书呢？我看书看累了，不想再看了啦。既然看了，就赶快睡觉。听什么收音机啊？浪费时间。不求长进，难怪老是考不上。怎么考不上？这你不让我念的。哟，你考的什么第800个志愿？你还好意思讲啊？ 这位就是跟你说的沈小姐。哎，你好，郭泰。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谢谢。郭泰在吗？我去叫他。请坐。我给你倒杯水。哎，不用了，谢谢。你有郭安这么出色的儿子，你一定很以他为荣。嗯，这倒是真的。他从小念书啊，从来就没有让我操心过。可是他弟弟就不行哎，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 可能把他宠坏了，你们很宠他吗？我也不觉得啊，因为从小就他哥哥带他念书，他哥哥念到12点了，逼迫他念到12点，他哥哥上午5点钟起床，他也跟着起床啊。我总想哥哥念得这么好吗？弟弟也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可他就是不爱念书。你快一点好不好？大哥都在为你的事情，好不好意思？哎，赵涵姐。 阿泰，叫人呢？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奇怪，你什么态度啊你？没关系，郭泰，我只是想跟你谈一谈而已。他就是这个样子，要不然就不吭气，要不然就大呼小叫的。哎，阿泰，你这样好了，郭泰，我可不可以跟他单独谈一谈？可以。
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了。不要客气。阿泰，是我韩姐，我只有一个人，我可以进来吗？我想你哥哥去找我的事情，你事先一定不知道，对吧？我很抱歉，我不晓得会有这些情况。啊，对不起，来，国泰，喝口水。啊，谢谢谢谢。哎呀，这什么坐相啊？坐好坐好。你们聊哈，乖点啊。你跟我哥是一伙的，是不是？我可以坐下吗？什么叫做一伙？他说你是他老师的朋友。我的朋友是他的老师，但是我事先并不认识他。反正那都一样了，大家都知道他是天才，我是白痴，我处处都不如他就对了啦。我妈叫我拿你水果来。谢谢。听说你联考考了两次都考上，很不容易啊。这有什么用？离建中远得很嘞。你只想念建中吗？我小时候跟你一样惨，我不仅念书念不过我哥哥，我连我妹妹都念不过去。他们每学期呢都是考前三名，我连前十名都进不去。我们家里呀，墙壁上都是他们的奖状。可有一学期，我终于拿到一张小奖状，我就好高兴拿回家去。你知道那是一张什么奖状吗？全勤奖。看着满墙壁他们的学习成绩，而我居然是一张全勤奖，我就觉得好羞耻，好惭愧。对，我是这种感觉。可是我后来看看，我自己的名字终于也上了墙壁啦，墙壁上终于也有一张我的奖状了。当我这么想以后，我就开始觉得这是一张，这张小奖状对我来说，它已经非常珍贵了。沈小姐，要不要加点茶水呀？啊，不必了，谢谢。啊，我打搅你们了。没有啊，哪里？要不要吃点什么？啊，都不用了，谢谢。我们聊得很愉快。啊，好。哎，我们出去谈好不好？跟我哥就是这样，每次都会接过来什么送茶、送水果啊、送牛奶什么的。再笨也的人也知道，他们是来突袭检查的，看我有没有专心念书。可是 我每次被他们这么一打扰，我情绪要很久才能再回到书本上来啊。那你跟他们说过了没有？说啦，可是他们不相信啊。我哥说为什么他不会，我妈更先嘞，她说我拒绝他的关心。我想就连我现在跟你出来，他们都不放心吧。我哥一直认为我头脑跟他差不多，或许是吧，可是我就是不想念啊。再重考三年是一样的啦，这点我可清楚的。我现在还能忍，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忍多久。迟到。
迟到了七分钟。哦，因为今天路上车子太多，所以我还在这里。我通常都给别人十分钟的缓冲时间，十分钟一过，我都不等人的。有时候的路上状况也不是你自己所能掌握的，而且对啊，所以我才骑脚踏车嘛，既可以运动，又不怕塞车。在你的人生观里面，从来就没有失败跟浪费这两个字啊。没错，因为人的脑筋都差不多，如果要比别人强，就要比别人会利用时间，会利用资源。况且我们台大人有社会的期许和压力，我不容许失败，就没有失败过。所以相对的，你可能就会失去某些东西，牺牲某些东西。我付出的是勤奋努力，牺牲的是玩乐懒散，而这些我觉得很值得啊，因为这可以使我掌握一切我所想要的，包括掌握你弟弟的一切。你是一个很上进又很优秀又很聪明的年轻人，如果你可以对你周围的人多一点包容，多一点体谅，那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呢？你这是我对阿泰，对不对？包容只会让他姑息自己的弱点，而体谅更是阻碍他迈向更高更远的目标。我说过我不容许失败，所以我对我唯一的弟弟更是如此。你有没有想过，你掌握每一件事情，你不容许任何一件事情失败，而你真正得到的是什么呢？你觉得你快乐吗？你这句话问得很突兀。你知道吗？正所谓高处不胜寒。我想你不妨以你聪明的头脑，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你对人对事的态度。自古英雄多寂寞，该考虑我都考虑过了。只要我认为是对的，我就照这方式走下去。所以你也要求其他的人照你的方式去做，不管他们认为你是不是对的。我当然是对的。如果他们有什么不同的意见的话，那是他们不对，因为我看得比他们更清楚。就像阿泰一样啊，他的问题就在他根本不用功。如果他照我给他的方式的话，他早就考上第一志愿。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有人不合适你给他的方式？没有所谓的适合或不适合，只有愿意或不愿意。不愿意吃苦，我就是要训练他改掉这些毛病。洪老师介绍你的时候说你很好，老实说我现在有点失望。青少年中途之家已经盖好了，这个中途之家是为了你们跟家人发生摩擦的时候，没有地方去的时候的一个啊避风港，避风港艾辰。拜托想个新一点的词儿好不好？避风港有创意一点吧。要不然要写什么？我是真的希望这个中途之家是这些青少年的避风港啊。阿晨，这个人呐，要有自知之明，好吧？你就是发发传单就好了，这个写文章的事情啊，别给人看笑话啦。我知道我是写不好了。可是我是听海涵跟你讲，叫你写了那么久还没有出来，所以我才自告奋勇的。自告奋勇要看状况、看事情嘛，你这个叫自曝其短。假如我今天没看到这个文章的话，这个宣传稿就这样子发出去了，哇，那给人家看到了，他们会用什么眼光来看我们这个中途之家？阿晨啊，这形象哎，你这样子破坏形象啊。
我写这个宣传稿破坏形象。好，那你倒告诉我，我做什么事情可以做，然后又不会破坏形象呢？我不是说你不好了，我是实话实说了。不是，我是说，他老朋友那么久了嘛，说话就不要拐弯抹角的，就说要写文章动脑筋的事，你就交给我跟韩寒做就对了。嗯，对，这个有些人虽然呢做得不好，就努力去做，总比那些呢做得很好，可是从来不去做的人好多啦，是不是？肖大主持人，有没有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啊？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哪有什么意思啊？只是觉得你脑筋好，文章又好棒哦。就两个月前交给你做的事，不晓得现在怎样。这个以我这个实力来写这个文章是太简单了。只是说他们说真正好的文章是在最后一秒给逼出来才叫好文章。这个我绝对相信，尤其这好的文章一定要靠好的文笔。但是啊，我们这个中途之家的宣传稿是用心写出来的，只要是真心的词句，没有人会去苛刻你的文笔。哎，好了，韩寒，你也不需要打圆场了。我自己知道我不是这块料，不过这也没关系啊。什么打扫啊、粉刷呀、接人送人这些事情，我总可以做吧。好，一个人就是要认清自己的缺点。不陪你们了，我要上节目啊。其实这个文章我是根本不需要打草稿，我就可以在我的那个广播里面随口就说出来了。所以这龟兔赛跑里面我还是先到。好了，拜拜乌龟。中途之家是由几位非常有爱心的朋友共同推动完成的，当然我萧凡也是那爱心成员之一了。推动完成是要比盖好了要好。中途之家成立的目的，一是为了纪念一位生前对青少年无私奉献的好朋友，二来是完成他的遗志，就是希望所有在成长过程中遭遇挫折、打击、迷失自己的青少年，能有一个再寻回自己、肯定自己的原地。这中途之家，顾名思义的，就是一个当你在人生旅途中遭遇到挫折的时候的一个避风港。妈，你自己还不是说避风港？避风港。青少年朋友，若是你彷徨无助，对生活感到困惑，对生活感到乏味，而你又不想堕落，你又不想就这样放弃，可是你又没有地方去的时候，欢迎你来到中途之家。中你现在到底是听收音机时间还是读书时间啊？嗯，好，你说你睡觉前要放轻松听收音机，那现在为什么要听呢？啊，你根本就是不用功找借口嘛！我跟你讲，你这样是永远考不上的。你不要管我管得那么紧好不好？好，可以啊。那你就告诉我，你可以考上前三志愿。没人都考前三志愿，那第四志愿谁念啊？你不要跟我讲别人家的事了，别人家的事我不管，今天我做得到的你一定要做得到。我不一定要走你的路，行行出状元，我就不相信我没有进前三志愿，我没有进台大，我会没有出息。好，行行出状元，那么你现在是哪一行？嗯，当学生对不对？那么你就当个状元学生，考个状元学生让我看一看。
你有什么权利拿着我收音机？你有什么权利啊？这样才能安心念书。我要你后悔，你给我记住。你不要叫我回去了，我已经决定成为你们中途之家的第一个 case。也许我书念不了第一，但是这个我总可以抢个第一吧。哎，没有人这个抢第一的好不好？阿泰，我们当然很高兴你留下来，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先打个电话给你妈妈跟哥哥，好不好？对，反正我已经决定不回去了啦。如果你们不收留我的话，我想我一样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哎，别急嘛，小伙子。没有人赶你走，你让海安姐打个电话告诉你们家人一声，也好让他们放心嘛。喂，什么？他在你们那里？好，好，我跟我妈马上过去啊。跟我回去，我不要跟你回去了。阿泰呀，怎么可以在这打搅人家呢？你下个月就要考试了，你知不知道？你还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回去念书啊？我会念书，但是我不想跟你回去了。好了嘛，阿泰。妈，我要在这里住到考完联考，反正韩姐他们已经答应我了。哎，不行，这里没有人盯着你。我不要人家盯，我自己会念。自己念，你自己念，你可以念多久啊？哎，好了好了，乖。郭太，这样好了，你们再相信他一次吧。我已经相信他很多次了，但是他每次都让我失望。啊，只要一不盯着他，他不就看电视、听收音机啊，再不就看看报纸、讲讲电话，居然这些他都不做好了，他还可以去睡觉。哎呀，其实这些事情都是蛮正常的嘛，没什么不对啊。对于一个功课不好、考不上好学校的人来说，这就是不对。你从小就逼我念书，在我还搞不懂什么是成绩的时候，你就逼我每天陪你读书读到三更半夜，是你逼我讨厌念书的啦。我逼你，我逼你是为了你好啊。妈只有我们这两个儿子，如果你不努力念书的话，妈就失去了50%的希望，你知不知道啊？你现在牺牲一点玩乐，吃一点苦，等到考到好了高中之后，进台大就容易了嘛，对不对啊？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要进台大的嘛，是不是？像我们这边，我们三个都没有念台大呀。跟我回去。我不要跟你回去了，我一天也没有办法再跟你生活下去了。阿泰，怎么可以这样说你哥哥？他也是为你好啊。为我好。他像他一个刺猬一样到处扎人，谁受得了他、啊、读台大就了不起啊？当然了不起。如果说今天你考到台大的话，我也认为你了不起啊。是进了台大，家里总是都要听他的，连你讲个电话他都可以管。可是你哥哥说的也不错，只要我打电话聊天，你一定跑出来看电视。是不是因为哥会念书，所以你就认为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还是你怕他？因为他是台大人，所以他的任何一句话都是被允许的，我们就要处处容忍他了。
容忍。本来人生活在一起，就应该要互相容忍的。其实刚刚郭太说了一句话对极，他说容忍。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辅导青少年，今天倒是给自己上了一课，嗯。整理一些东西，想帮他送去。哦。怎么，是不是肚子饿了？我帮你弄你吃的。没有。啊。妈。什么事啊？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是不是很让你们讨厌？会呢，我一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一直按照自己认为是对的方式去做。其实我们都知道你的出发点是为了弟弟好嘛，可是我的方法太激烈，让你们受不了，对不对？你从小就懂事，就很独立。我记得你爸爸过世不久，你告诉我叫我不要哭，你会帮我好好照顾弟弟。那个时候你也不过十来岁，可是你真的很乖，你也做到了。你带着弟弟玩，带着弟弟念书，从来就没有让我操心过。那是因为我只有一个念头，我觉得我是男孩子，我有责任照顾妈妈和弟弟，我们不能被别人欺负，更不能让人看不起。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说过一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是深受感动，而且一直忘不了。到后来，每次考试我都拿第一名，受到别人的赞扬，更领悟到，吃得苦中苦，不但不是一种苦，反而是一种肯定。到后来，我念书越念越有心得，我才认为读书和考试根本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嘛，所以我才这样一直要求自己，你这样要求阿泰，这样有错吗？小艾，其实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对读书有相同的认识。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阿泰为什么不爱念书，为什么这么排斥念书，他这种心理你有想到过吗？可是我是为了他好，哎，我给他指引出一条通往成功的路啊，他应该体会的嘛。妈，这条路何时你走
不一定合适他走。其实我也想到过，我们是不是应该放手，让阿泰自己去选择他自己想走的路？也许会很艰苦，会更远。可是只要他有兴趣，他会走出一条合适他自己的路。你硬要他走你的路，你过得去，他过不去。你这样做对他公平吗？妈，这些话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从小你就懂事，书念得比别人都好，能吃别人不能吃的苦。我也相信你会成为人上人，可是你却不知道，除了念书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必须要学习。要学着去如何关爱别人，如何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不要把你自己关在优秀的象牙塔里，目中无人，听不见外面的声音，看不见外面的世界，你更没有办法去体会别人的感受。错了，我太自私了，我老是自以为是，而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就像一把两刃的刀，伤了别人，更伤了自己。现在我体会到，那个时候老师为什么要跟我说这句话。他说，如果处理不当，己所欲施于人，反而是一种霸道。小孩，只要你肯学习，任何事情开始都不晚。我一个同学，他开那个印刷厂，我设计的，他弄的，不错吧？邀请卡，邀请卡。哎，不错。哎，正好，中途之家里里外外我都已经打扫干净了。好，等到郭太一来，我就可以接他过去住。好好好。哎，嘿嘿，曹操到了啊！来，你过来。你中途之家里面的铺位我已经替你整理好了。陈哥，我想回家。啊？回家。为什么？你不是说要住到联考考完吗？是啊。我觉得我昨天对我哥讲话太重了，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这么难过的样子。姐姐，静静，郭太太，对不起，打搅了。阿泰，帮你整理了一些衣服。哥给你买了一个新的收音机，收录两用的。潘姐，你记不记得你那时候曾经问过我说我快乐吗？我那时候回答不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快乐。那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快乐吗？谢谢你。妈，你叫车吧。不用了，我们三个人呢，好久好久没有一块儿走路了。我父亲他修习佛法多年，他吃常斋打坐，
但是他并不是一位出家人，他是台湾一间大企业公司的主管。那我受他的影响蛮深的，他常常告诉我何谓生活法，但是我常不能体会如何去帮助别人，如何做一些公益的活动，可以跟生活跟工作混在一起。当我接了爱爱日记以后，我才发现我可能没有时间没有能力去当一个义工，或者是去盖一个中途之家，但是我在爱爱日记里面一样做一个义工，借着戏剧我来告诉青少年何为正确，何为帮助的途径，何为寻求帮助的方法。这就是我做到了何为生活法。爱日记现在播出17集，这一集17集呢跟以往的16集都不一样，这一次我们讲的反而是优等生他也有他的烦恼。我们为您请到了考试委员跟台大教授洪文香委员来帮我们讲解一下何为人上人的烦恼。洪委员，欢迎。谢谢，你好，请坐。谢谢各位观众好。台大拥有许多先天和后天的优越条件，所以40年来高中毕业生大都乐意以台大作为投考大学时的第一志愿。由于自己的天赋与努力实现了理想，所以台大人常以天下无难事，自己能做到的别人也能做到。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是不可避免的，你能他不一定能。倘若台大人都能了解这一点，时时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付出更多的宽容与关怀，相信台大人对社会的贡献当能更大更多。再者，人各有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读台大，进了台大也并不表示就已成为人上之人。任何学校的毕业生在社会上必须凭借持续的努力与奋斗才能有所成就。再从另一角度来看，人生的目标全靠自己的选择，有人追求的是平凡与平淡的生活，凡事顺其自然就是天下最美好的事。何况成就的定义古往今来也没有绝对的标准与答案。